挺好的。你后来你都是什么？对，绿卡，我就说，对，绿卡是肯定不提成，绿卡一般都是你过一年的，他公司的有政策，一般都。不是10%、15%吗？对呀，那不是。没有，target 那就是 meeting，target 就是中间了，做得好。